睡一觉就能拥有的大波浪发型技巧，赶快来拿走吧。第一步，头一天晚上洗完头后吹干，因为刚洗完的头发会比没洗过的更加好定型哟。然后我们再用水或者定型啫喱打湿要卷的头发部分，微湿即可。第二步，在头顶选取一些头发，用力的扭扭扭，这样头顶正上方卷出来的波浪衔接才更加自然。扎好后呢，在侧面取一些头发，依然是用力的卷卷卷，然后缠成一个发揪。注意，所有的头发都要紧贴头皮，皮筋呢不要扎到根部，要像包粽子一样缠绕在丸子本体，这样不容易松散，还更加容易定型。两边都扎好后，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啦。第三步，第二天起来我们直接拆开，注意拆的时候要用手指顺着发卷的方向来调整卷翘的程度。头顶呢也是一样的，最后用手指插入发丝中，对头发整体做一个调整，让它看起来更加蓬松。 OK， 一个好看又自然的大波浪就呈现啦，是不是省时又省力？关注我，不用再找 Tony 咯，学会的我只要小星星。